而且还有一个是数学系。好，那我今天就讲，不要讲那么多，我们就讲少一点，除非等一下有更多人进来，我觉得应该今天会比较少了。好，那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二次量子化。那二次量子化其实，因为我们在高能里面，基本上我们讨论到二次量子化的地方，我们其实只会用到串生一个，通常只会用到串生一两个例子的地方。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了，应该说，我们真正用到它 convention 的地方，其实不会像多体一样那么在意它那个粒子数表现的那个地方。我们通常只会，譬如说你做一阶的话，你做到一阶的话，你可能只会用到一个 creation operator 而已。那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 operator 呢，那你都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就是这个东西它是 create 一个粒子放真空，就是这个东西它来自于真空。但是这个地方你可以有一个 convention， 就是你 AP 作用在身上，那你通常我们这边 AP 它是根据你的定义啦，那最常用的定义就是用n 加一，就是看那个在动量 P 的粒子有 n 个，然后你可以再补一个参数哦。注意到你那个 AP， 其实你只要给定粒子数的基底，因为每一个粒子数的基底都是独立的，你只要给定它在每一个粒子数目基底那个的作用之后会变成什么东西哦，那你就唯一的给定了一个 operator。那在这个地方你是有一定的自由度去调整你的 creation 跟 annihilation operator 的定义，所以说呢，你 AP 作用在它身上的时候呢，通常会掉出来。我写的清楚一点好了，就是 AP 作用在你那个粒子数，假设那个动量为 P 的粒子有 P 个的话，那它可能会变成，最常用的是根号 n 加，然后你可以再补一个跟 P 有关的参数，比如这样，然后 NP 就变成 NP 加一，我这样写好了。就是你那个 n 动量为 p 的粒子数就加一个，那这个地方你 np 是可以自由的调整的哦。那我们这边会需要用到一些 convention， 然后你会发现每本书的 convention 都不一样，所以我这边会教你们一个 trick， 可以在不同的 convention 里面自由的做转换，这样你就可以当你去谈论不同的书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可以在这种不同书之间做转换，不然你 convention 就只能应激，然后你就不太清楚说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开一下，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定义这个样子。那通常你现在，因为我们目前只用到一个粒子的时候，那真空的话，粒子数是零，所以你这边就带零哦。所以说你 AP， 假若呢你 AP， 然后呢你会升到一个单粒子态，我们把它就叫做 P 好了哦。就是这个代表有一个 P， 可是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归一化的那个 array， 那个因为不一定是规划的 vector 哦。那我们等一下会调整它其他的 convention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它的关键，它之所以有一定的自由度，就是它首先有两个自由度，第一个是你那个 creation operator 前面这个 n 你要怎么去弄，那第二个是那我们这边就把这取名叫 n theta 好了。那你就会发现呢，因为你那个这边是 n 加一，然后你那个annihilation operator 会掉根号 n， 然后一样。那你注意到，如果你决定了那个 creation operator 的 convention 是什么，你的 annihilation operator 的 convention 就自动的被给定了。他们两个不是独立的，因为他们互为共轭转置的关系。应该说在正交基底下是共轭转置。那更精确应该说 step adjoint。那这两个东西呢，那它如果你把它丢到那个这个里面。那我发现这样，那通常会掉出一个这个，然后这个，那你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 NT 打跟那个 Delta 连在一起，定义成真正，就是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那这个是根据你的几维度，如果你是三维的话，就是 Delta 增值吧，然后 Delta， 然后这个就改成 Kronecker Delta。那因为你通常你这个出来就马上就会有这个 delta 了，那我不希望你那个 n 里面它有那个，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定义为 n 啦，可是我不希望 n 里面有那个 delta， 所以我的定义用这个方法，这是第一个定义。然后呢，所以说
第二个定义就是 你那个虽然你 AP、哦、就是你那个 AP 的一个作用在真空态身上、哦、理论上呢应该要变成、哦、N tilde 然后 P， 可是呢你这个 P 有可能就是你现在换另外主基底把它叫做 lambda P， 然后这个吧就是你真正在用的可能是这个，而不是你直接升起来的这一个、哦、那如果你把这个重新、欸、你把你直接升过去的称为这个好了、哦、我这样写好了，那这个lambda就可以再多一个自由度、哦、就是你用利用 AP 作用在真空态之上得到的那个态可能跟你真正想要使用的、归一化就是会差一个参数、哦，所以说这边会多一个自由度，所以我们有第二个自由度，就是诶，如果你要有 N tilde 的话，是 N P prime 这个家伙。可是你如果要把它弄成 N P， 就是我们真正在使用的 P 的话，那可能就不是。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样子 ，N prime P。哦，所以这是第二个数字自由度。哦，那理论上你还会有第三个自由度，就是你的。你的那个这个东西要怎么归一化，但是我不想要再引入更多的参数，所以我姑且就把它写成这样、哦、因为这两个东西夹起来之后会是 delta 三次方 k 减 p、哎、这样写好了，会是 delta 三次方 k 减 p 然后再乘一个参数，那我把它除掉之后就达到这个、哦、那这个是第三个待定参数，但是我就不取名字了，因为太多了、哦、那所以说我们有第一个自由度就是我现在打勾的这个家伙，再来呢第二个自由度是这个。好，那如果你要定义 field operator 的话，那你还会有第三个自由度，也就是你 field operator 可以定义成 np 然后 exponential 负 i、欸、我现在先不用那个 四个维度四动量的那个内积的定义，那现在的东西就是普通的三维的。好，所以说它就变成这个东西，这个是能量嘛，然后再来动量。当我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就代表它是三维的普通的内积，就是全部都是正的那个家伙。然后接着，哦，因为你通常你的波函数是 p 这边是正的，然后 e 这边是负的嘛，哦，然后 np 是你的待定参数。好，然后你再加上它的 coverage conjugate 或者叫 emission conjugate。但是我们通常不太会区分这个、啊、那现在呢我们把它沿着整个第三 P 记起来，这个就是你的 field operator 的定义。那注意到它是 dependent 时间的，所以它你当然你可以定义一个不 dependent 时间的了，可是我们真正会用到的，因为你这个 field operator 最好只是帮当成一个工具。那我们历史上呢人们呢先解出了 Kerr-Golden 的经典 equation， 大概也是长这个样子。那这个地方的 A 就不是 operator 而是一个数字、嗯、就是它的傅立叶系数。那么呢人们呢在历史上就 naive 的说，我们就把普通的古典的解、哦、做一个所谓的二次量子化。但是这个是历史上错误的看法，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做任何量子化。这现在的看法是我们先直接定义这个 A dagger 以及 creation 跟 annihilation operators， 然后接着你的 field operator is just merely a definition from the creation and annihilation operator and your construction of Fock space。所以呢我们就不再使用这种错误的看法。所以当我们现在谈到二次量子化，我们其实是谈论把粒子呢从普通的位置表象转成粒子数表象的这个过程。那我们的 field operator 就可以定义成这个样子。那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这个 NP 呢必须要满足一个自洽条件，那这个自洽条件是为了让 phi 以及 phi 的导数、嗯、phi 的对时间的导数，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动量密度、哦、那动量密度呢它这样调出来呢、哦、这个它在古典是负 IH bar， 所以它在后面，所以是正的 IH bar。 那 IH bar 呢 H bar 我们定为一、哦、因为我们用自然单位制，所以呢它会变成，假如这是 X 然后这是 X prime 的话，那呢它就变成 X 减 X prime、哦、我们为了要满足这个，那如果你把它带进去算一下呢，你就可以发现 NP 要满足的自洽条件是开错了，这样看得到吗？这样清楚吗？
我们姑且导一下好了，就是呢，我们需要满足，首先 phi 是什么 ？phi 是 phi 是这个家伙嘛，phi 是这个家伙，然后呢 ，pi 是哪一个家伙 ？pi 是这一个家伙，对不对？然后你这个会掉负 i 一下来，然后呢，你这个会变成一样嘛 ，ap。我这边就不写这个了，反正你知道它是一个算符。那么呢，接着这个就留着，然后呢，这个东西一样嘛，它就都会留着，所以是这样。然后呢，这次因为呢，因为你那个没有 dagger 的家伙会掉负 i 一下来，然后呢，反过来说你有这个 cc 这个地方是会掉正 i 一下，所以它其实是差一个负号哦，也就是说这边原本是正号的地方变成负号，就是前面这个家伙的 compress conjugate。然后呢，你把它带到这个正则对应关系里面去，那它会出现两个积分那我们现在这两个是这个 p 是虚变数，所以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一个东西那你就会发现它是底商 p，然后底商 p prime，然后呢负 i 一，看这个东西我们要弄嘛？那你会发现呢，只有同时有 a 还有 a 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刚才的，AP prime，这个 P 算了，OK 好了，这个，然后这个，然后丢到底括号里面，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我们刚刚定义的 n tilde delta k 减 p，或者 delta 三次方 k 减 p。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两个直接丢起来，那个负 i 永远会留着。那你注意到现在这个 e 其实就是 depend on p，所以 e 其实是 depend on p。那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omega p 因为我们现在都用自然单位制，不然你在 SI 制里面那个能量跟频率其实是差一个 h 八了。那现在呢，你如果把那个把这个东西两个丢在一起的话呢，那首先前面的是 ap 的一个，把这个两个东西弄起来。第一个是 ap 的一个，然后加的是接着后面，说错了。你先把这个弄满，所以是前面是 AP，再来后面是 AP prime，这个这个才会留着嘛。再来你要把它减掉，因为这边是减号。说错了，这边是减号，就是首先是这一项，这一项，所以这边是一个减号。再来你要把它加下加，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一项配这一项，这两个才会留着。所以呢，你再加上这两个交换，但是。与其说是交换，不如就是前面有的一个，然后这样，然后这个是正号，没错。好，那现在我们几乎已经把东西都弄出来了，稍微缩小点。这个东西呢，我们刚才这个是 n tilde，然后 delta 嘛，所以你这个会把一个 p prime 干掉，这个是 n tilde，然后 delta p prime 减 p，这前面有负号，然后这 a tilde 在后面，所以是正，所以这一串出来是正的。这边是负的，那同理这边两个交换了，所以它也是负的。那这个东西它有负号，会跟这个消掉，所以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到，它会变成，除了底三 p 的东西我们不管它，那我们现在要干掉的是 p prime，所有跟 p prime 的东西都会被干掉，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 p prime 都改成 p。那现在 n 注意有 n tilde 是依赖于 p 的所以这两个都依赖于 p。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n tilde 一，然后这一个你就可以把它改成 p 嘛，那这个一也是依赖于 p 的，你把它写成这样。然后你注意到呢，这两个家伙呢，我还少写了一个东西，对，我少写的就是你那个 exponential 的东西还要留着，所以它这边两个都会还有两个 exponential，我这边补在这里，这边有一个 exponential，然后你那个能量的地方都会消掉，因为前面跟后面刚好会消掉嘛，所以只剩下 exponential i p dot x。那同理这边也差一个，这样子的话，到时候才会弄成 delta 函数的形式。这样应该对吧？因为前面都是 e p x。然后我说错了，就是前面有贡献一个 e p x，后面会贡献一个 e p prime x。那所以说 EP prime x 也要出来，那你因为是又是前对后，然后后对前嘛，所以这个是负的。
这样可以吗？然后同理，就是前对后，然后反过来，因为后对前，后对前那边正的，所以这前面是负的，然后这边是正的。注意到呢，因为你这边，怎么说？你这边本来有负号，然后你这边 p 其实就是你都是积分那个三个东西嘛，所以说你其实这两个会是一样的哦，这会是两个是一样的，所以你到时候它会是2倍的 e of p。然后呢，接着因为你这边会出现 exponential，所以你为了要让它变成 exponential 除以二派三次方的东西，所以你这边都要补二派三次方。然后原本就有 n，哦，在这原本就有 np 了，所以我们就它原本是它会有两个 np 啊，就是你就是这边会有一个，这边会有一个嘛，所以你要这边原本会有 np 或者这两个会留着，所以两个都变成 p 的话，就变成这个平方。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找到自洽条件，就是这一串，这个家伙乘以这一串要等于一。好，那我们得到第一个自洽条件，放大一点，就是我有抄吗？找一下。哦，这是我们上次找过了，可是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哎，在哪？在哪呢？应该是这个吧？哦，就是。不是，应该不是这个，是哪一个呢？哦，反正我已经导出来了，反正就是那个。然后呢，第二个自洽条件是什么？是这个。这应该可以。好，那就这个，我现在用红框框把它框起来，就是，你那个首先你 AP prime 跟 AP 这个。它会作用在谁身上？作用在那个它本身会出现 nth delta 数身上。我忘了写 delta，我们补一个 delta，是 delta 哦。然后这边也是 delta。然后呢，你注意到呢，你直接把它，就如同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作用在它身上会变成 n prime，然后乘以 p，所以它就变成两个 n prime，然后这个夹在一起。那这个夹在一起之后会有第三个阐述，但是我们就先不用。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除以 delta p 减 p 方，那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把这一个东西全部都除到左边去，那它就变成这个。所以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条件，就是这一串要等于这一串。那我们呢？我们今天会都使用 DavyTone 的那个 convention。那 DavyTone 它的 convention 是 nth 大等于二派三次方，然后 n square 就是那个。比 operator 里面那个参数会等于这个，那你会发现它会满足自洽条件。再者呢，n prime 哦，那它比较麻烦的是，它虽然一开始 n prime 用一，但是它后来又把它改掉了，所以它有些地方的 convention 是不一样。你们自己看 DavyTone 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它这个的这个参数呢，它把它定义为这个，所以也就是说呢。p 和 k 的内积会等于二派三次方，然后二欧米伽 p，然后 delta p 减 k，就是这个式子代表的意义。好，那我们就有事没事就来查这个表，但是这边有点小，所以我加一个好了。就有事没事来查这个表，都不会搞混那个它的 convention。那 greener 是用下面这个 convention，可是它 n prime 是用什么？我们忘了查了反正就还没用到。那现在呢？我们刚刚已经导出我们要的东西，这上次导过了东西，我们就复习一下。好，那你现在就有三个自由参数，第一个是 AP 作用在身上之后会得到 NP prime 然后 P。第二个呢是那个这个东西作用身上会被 nth 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可能不是我们使用的那个 p，然后呢 nth 的它在交换关系之下一样还是 nth 的。第三个是这个参数，这个参数，这个我不想取名字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是 fill operator 里面的那个东西，但是 fill operator 里面的东西，如果你不定义 fill operator，那么它不会，它基本上也不会用到。
哦，应该说它也不会参与这附近的自由度的调整。那你会发现不同的属性都不太一样。好，我们偷看一下，我贴这个。这个是在维基百科的 creation 跟 narration operator 的那个地方的条目。他说 Z 的 convention 是这两个，这个，所以这个家伙，这个东西就是 N-tier 的。然后呢，David Tong 还有 Peskin 他用二派三次方，所以这个 N-tier 的。那你的 V operator 的里面的那个参数就要经由这个去调整，因为你就根据你的自洽条件去调整。无论你用哪个自洽条件，你都会满足正则对应关系，也就是 phi pi 哦，pi 代表是另外一个坐标，所以它就变成这个如果你是维度是 d，就是你加一个 d 啊。通常我们不会写的那么清楚。就是，然后你如果是自然单位制，这个就是一，这个是你的equal time，看正则对应关系，equal time 的 CCR 然后 Zernike 其实我没看过 Zernike，Zernike 他用的 convention 更奇怪，我们就不管了。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基本上都会遵照那个 David Tong 的减法。然后呢，也许我们可以谈一点群论，然后，那我刚才的论证呢，其实就跟这边写的一样，Lorentz invariance 这个，就跟这边写的一样，就是，首先呢，你那个 NTNT 的，你发现那个 Jevons 它的 convention 是 NTNT 等于一，我说错了。这是在那个这个是什么？2至68是在多体里面的 convention，所以它是一。然后再来在 Jevons convention，它 T 的打是二派三次方，二派三次方。然后再来这个是什么？n prime，n prime 是根号分之一，根二 omega p 根号分之一。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下一个参数，就是两个弄之后，两个内积之后除掉 delta 三次方，得到这个。那你就会发现，你前两个这个，2至69还有2至70决定了之后，2至72就会跟着决定，当然就可以定义你的 V operator。那 V operator 由什么来决定呢？由 N T 二打来决定，就是这个，这是二派三次方。然后我们刚才说二派三次方乘以二 omega，然后再会等会再乘以那个前面那个常数的平方，就会等于。等于那个 V operator 里面的参数的，就是这里面是这个二派三次方的 one over 二 omega p 的根号就是 n 嘛，是 n 平方乘以 n t 二的，再乘以二 omega p 不等于一，那 n 平方开根号之后，n 求出来之后就是这一串，这个就是 Greener 的那个 convention，我说错了，Schwarz 的 convention，这样你就可以在自由自在的这各种不同的 convention 里面做调换。这个如果你不了解这个 creation，如果你用有些书它会错误的，仍然使用历史上错误的那个 creation 第二次量子化这种招致误解的讲法，那你这些 convention 你可能就会混乱，就是你可能就不太理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convention，你就只能用硬背了。虽然你找你现在如果你随便选一本书，然后从头到尾的 follow 那一本书的 convention，那么你其实你硬背起来哦，以后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不再要背什么东西了。但是你就不了解这个地方本质是什么哦，那你可能适应了一本书的 convention 之后，你就没办法去看其他书。那就因为有些东西你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些其他书，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就没讲到，那要看其他书。可是它 convention 又不一样，你就没办法 follow 哦。所以这个小小的 convention 可能是初学者。经常，应该说我学的时候也觉得蛮困惑的哦。可是，你有了这两个自洽条件呢，你就可以在所有的 convention 里面做调换。那么 field operator 它本身有没有直观简单的物理意义呢？
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基底，那这个地方我们通常谈论的是，譬如说我们从Cry Golden Equation 里面，然后呢得到的 Creation Operator 是用动量基底去表示，也就是说 AP 它会作用在真空态上面，会出现正比于那个一个具有动量的特征值的一个态。那 Fear Operator 本身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某一种 Creation Operator？我们把它作用在真空态之后，然后再把它用位置的算符，你那个在产论里面仍然有位置的算符，只是你有时候你可能要去说明是第几个标号，就 x1 x2 x3 之类的。那你现在你如果熟悉如何从多体过渡到这个，你应该不会对这个感到困惑。然后对于多体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就只不过是 sigma phi j a j， 那 j 这个地方不一定要动量表现，只要是任何一个基底，动量不一定要动量基底，只要是任何一个基底就行。但是呢，这一个东西在产论里面比较常用的是，这个东西和它的共轭加起来那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 field operator。那这边的和这边的之所以弄成积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在处理 scattering state， 所以它的 normalization constant 都是含有 delta 函数的东西。好，那现在呢，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包和那个 phi hat 跟右上角所定义的 phi hat 去做内积的话，那我们会得到什么？会得到首先你那个如果是没有 dagger 的东西，它作用在真空态上面立刻就死掉嘛，所以只会碰到那个 conjugate， 只会有这个家伙会留下来。所以呢，这个家伙留下来之后呢，也许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的具体形式写开来。那我们写在这里，你写在这里好了。那这个东西我先把这个留着，再来这个是你要对动量去做积分，再来 NP， 然后再来，因为你只剩下有 dagger 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地方我发现 Greener 跟不是 Greener， Schwartz 跟 Schwartz， Greener 是直接把它写开来，没有比较，它比较少用那个是动量内积的写法，但是 David Tong 跟那个徐沃斯，他都是使用，正负负负，正负负负就是你的四动量，通常四动量我可以把它写成 P，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就是 P 零 ，Omega 就是 P 零，或者它是能量，然后 P 1。那如果你作为 dummy variable 的话，它其实 Omega 没有必要去满足那个色散关系，除非你是作为特征态的时候才要满足色散关系。那如果它满足四项关系的话，那 Omega 就是后面那个 P1 P2 P3 的函数，或者你可以把它写成 Omega P。 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接下来的 talk 所有的 convention 都是这个样子。首先当我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当我有写点号或者我有写箭头的时候，它就是普通的内积而已，在三维空间的内积。可是当我什么都没写的时候，它就是指室内积，所以它是正负负负嘛，所以正负负的话是 i， 然后 e， 然后 e prime， 我用 p 0和 k 0好了 ，p 零 k 0然后减 e hat， p vector dot k vector， 如果你没有明白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在后面的那个 David Tong 的地方出现很多困惑。我竟然没有加书签。那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暂时不会讲 Casimir Effect， 因为我还在想有些地方要怎么讲，也不是说不能讲，但是我有些地方不是很满意。而且如果你只讲了存量产的那个 Casimir effect， 你还有一个那个东西可以讲，就是你到时候他只讲了一个特例了，可是我希望你们对那个 Bernoulli number 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再来听这个。然后呢，
它 David Tong 这边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首先这个东西啊、哦、这个东西是它是什么，这是一开始它给的定义，但是它后来又调整了一下定义，因为它说你当你把那个 P 定义为这样的时候，然后呢你接下来根据你的 P 本身的 convention， 你可以把 identity 定义为不同的样子。你 number operator 可以定义为这个样子。那为什么 number operator 要注意这个样子，就是为了去，因为你的那个 convention 的问题，就是你到时候要出现那个真正的大 N。那如果你那个 AP dagger 作用在真空态身上，或者作用在 P 身上，会调出一个参数，就把那个参数，你就必须要把那个参数弄掉。那他到这边2至48为止都还没有用修改之后的参数，所以他这边的 n prime 和 n prime 就是一。再来呢往下跑，接着他稍微，然后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谈过的，他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内积，然后再处理这个东西。那他在这边用的是2派上，可是呢他说呢他后面的很多地方都使用什么呢，使用那个Lorentz invariant convention， 因为他说本身底三 P 这个东西，它在 Lorentz transformation 之下不是不变，你要把它除以一个二一 P 之后，才会使在 Lorentz transformation 之下不变的东西。所以他把 convention 重新改成这样。那你注意到现在的 n prime 就变成根号二一 P 应该是吧？我说错了，应该说这个东西就等于。这个东西再乘以这个就等于这个嘛，所以这个东西就会等于哦，他说我们在试动量的时候啦 P 定义为这个样子哦，所以他把它定义成这个样子，然后同理你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哦。那其实对，其实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搞混，意思是说你如果这边都不写 hat 的话，那这两个之间其实只是差一个参数。那现在呢 P 跟 Q当他没有写那个 vector 的时候，那他就是像这样的 relativistic 的 convention， 那这个时候你的 identity 就必须把这个 convention 除下去，就变成在楼下这个。那反过来说，如果你这边出来的东西是一的话，那你的 identity operator 就不用把这个除掉哦。所以我们可以再得到一个式子，就是假若等于除以 delta k 减 p 等于某个参数的话，那好，那等于 n 好了。那假装这个东西等于 n 的话，那你的 identity 就要写成然后这个是当你那个 n 等于1的时候，那你现在把 n 除掉嘛，所以这个就是 identity。因为我们平常用的 identity 其实是把这个东西弄成 unitary 的，所以其实是除以根号三次方 delta， 然后再跟它内积，然后这也是根号 delta 零三次方，这两个，然后把它弄起来，它就变成这个。那这个的话，它会是 identity operator。在当你这个 n 等于1的时候，那反过来说你 n 不等于1的时候，你要除掉的东西还有根号 n， 那两合起来就变成 n， 那就变成这个。所以你 identity 呢会根据你的这个参数的来决定。那我们回到那个表，就是这可以删掉了，这个可以移掉，就这个哦，根据我们这个表，你的 identity operator 会根据这个参数来决定，你的 field operator 会有这个参数来决定，然后剩下的 NTS 和 N prime， 你两个都可以调整，但是它也要满足我们刚才谈论过的 NTS 平方，NTS， 然后我这边就是 N。放大一点，就是
这个东西 NT 要打平方除以 N prime 平方，它要是它要是等于右边这一串、哦、右边那个除掉德尔塔三次方之后 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得到了所有的直下条件，那我们以后呢就经常的回到这个表、哦、当我们在换不同的数的 convention 的时候，就是回到这个表。虽然我没有抄那个其他数的，然后可能以后有空才抄一下，我还没查了、嗯、那现在我们就谈一下所谓 complex scalar field。 那我们之前谈论的就是把一条普通的弦、它其实 non-relativistic 的一条弦，把它做正值量子化之后，得到了一个 Kerr-Golden 的 action 的 Lagrangian density。 可是我们注意到呢，它仍然是一个实数的场。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还没有量子化之后的之前的东西，它是实数的，在每一个 phi of x 它本身是一个实数的东西，即使你把它写成 Lagrangian 的形式、那写成 Lagrangian 形式，它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 Lagrangian density 可以把它写成下标 phi 上标 phi、然后呢你注意到，因为它现在是什么正负负负，所以这边其实是、phi 对时间的微分的平方。那你注意到，因为你要符合那个二分之一，所以你前面要补二分之一，然后呢再来减掉 n 平方 phi 平方。那这个东西是开 golden 的，那你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些 interaction term。 这个 interaction term 才是真正造成冷区域的东西，不然如果你前面每一颗粒子，你可以继续再加第二个场，就是第二个粒子的加第二个存量粒子的场一样，然后这个是第二个存量粒子的场。那这两个东西它完全如果没有这个 interaction 的话，那它完全是 decoupled 的。那它 decoupled 的话呢，它们就各过各的生活，所以呢这个 Lagrangian 其实是无聊的、那两个都各自的遵循 Kerr-Golden equation、也就是他们的 equation of motion。 可是呢你一旦有 interaction term 的话呢，他们都会互相影响，同理呢他们各自的能量也不一定会保持、在古典场的范围之下。那你这个呢 Lagrangian density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 Lagrangian transformation， 得到你的 Hamiltonian density。 Hamiltonian density 呢、通常会写成这个样子，那个二分之 pi 平方，然后剩下的就一样、剩下是、剩下你那个 phi 对 x 平方仍然会留着，所以对存量的场来说，它的仍然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然后点点点减掉 n 平方 phi 平方。那现在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东西，是它的场一开始就是随步于整个空间的复数场，就是 complex scalar field。 那这个 complex scalar field 呢，跟原本的 存量的跟原本一样，也是存量场，只不过呢你现在就很难以古典物理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场，因为它不只是分布在整个空间，而且它还是本来就是复数、所以说你现在的那个 phi 本身就要反而复数。那在 Daviton 里面它通常是用 psi 来决定，那你这个时候你的 Lagrangian density 就必须要做修改，要修改成什么样子，就全部乘二，就除了 interaction term 以外全部乘二。为什么？因为你 phi 可以分成、那你会说难道我们量子力学里面不是本来就有复数吗？不是，因为你 Lagrangian 是在古典场的范围之内，原本都是一个存量场，你把它做量子化之后，再跟位置坐标去做内积的话，位置的 vector 去做内积的话，那你会得到复数而不函数。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还没有量子化之前它是跟复数有什么关系，还没有量子化之前它跟复数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我们现在的 complex scalar field 是还没有量子化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复数，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那我们没有办法用太多的 classical 的、类比去讨论说我们的 Lagrangian density 应该要写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可以假设 phi 1跟 phi 2是一样的这个 特例，那这个特例的时候，那它的能量是不是就是 phi 1、哎、应该说 它如果你要考虑它的 phi 1平方加 phi 2平方，那它就会是这个东西就会是就是这个东西的摩擦它就是 phi 1 phi 2吧。那如果你把总动能描述为这个东西，而且当这两个一样的时候，它就变成没有 phi， 就变成假装 phi 一，这样好了，等于 phi 二，它们的摩擦都一样，那等于 phi， 哎，这个不是 phi， 这是 psi，那等于 psi 的话，那它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把这边写成，我这边写错了，这边是 star。这个样子，那如果呢你把这两个东西都写成别的 operator 的形式，那么它应该要写成这个，所以你现在的 Lagrangian density 它是全部乘二，那你现在我这边少写了一个，就是把这一串全部乘二，那现在呢你如果要考虑一个复数存量场以及另外一个实数存量场，它们的共同在一起，但是它们没有任何 interaction 的情形，你就把这两个Lagrangian density 简单的加起来就好。哦，那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时候没有 coupling 的情形，你的 coupling scalar 要不要乘二，其实根本就没有差，因为它们是各过各的生活。那你的Lagrangian density 它要满足变分为零，但是变分为零代表你一开始Lagrangian density 乘以任何一个参数，并不会影响你的 equation 无穷。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他们没有任何 coupling， 你要不要把Lagrangian density全部乘二，并不影响你的物理。可是，一旦有了 coupling， 这个物理，这个phi 就是复数存量场，它就一定要乘二。那我们其实没有提到过，当你谈论一个复数存量场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对它的Lagrangian density 做古典上面的变分？我们先暂时不谈论哦，因为它其实最好的一个例子还是所谓的小丁格 field， 你会说小丁格 equation 不是已经量子化了吗？这样说不太好，它是量子化之后的 state 必须要满足的 equation 无穷。那如果你单纯考虑这个 PDE 的话，也就是你的小丁格 equation 的话，它仍然可以用某一个含有某一个 Lagrangian density 的积分的变分而得到。这个东西我们会叫做一个小丁格 field， 可是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物理意义？其实应该是只能说有趣的东西而已、哦、不能说在物理上有很重要的，不能说在物理上有什么特别 重要的 significance、哦、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只不过你仍然可以把小丁格 equation， 也就是这个 equation，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随步于空间的复数场，那么呢它要满足这个 equation of motion， 那你希望可以把它写成 Lagrangian of phi 的形式、但是其实更好的写法应该是，但是如果你 只考虑一个 phi 是自由变数，答案是你不可能把它写成 Lagrangian density 的形式、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讲要怎么把它写成 Lagrangian density 的形式，但实际上操作上是不可能，所以实际上你要把phi 跟 phi star 各自作为一个变数，当然还有他们的导数，这个东西才是你的 Lagrangian density。 好，那给你们一个任务，我们就回去试试看可不可以把小丁格 equation 写成某个 Lagrangian 的变分、我们过一阵子再回来讲这个问题。总之呢，我现在要谈论的重点只不过是、你们自己回去想、如果你们会的话你们可以来讲一下、那现在呢coupling scalar field 的话呢，那 Lagrangian density 就等于上面这一串乘二。那你现在呢，其实你就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对于复合粒子的 Lagrangian。那对于一个 real scalar 的 field 呢，你可以吗把它写成，最简单的就是 phi n theory， 就是你在后面再加一个 interaction term。那这个它其实是 step interaction 的 term。也就是说
它其实没有涉及到其他种类的粒子，不代表说只有一个粒子，是代表说它不涉及到其他种类的粒子。因为你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创造出很多存量哦，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你那个 Fermat 本身就是很多个动量特征的集合。好，那我们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Fermat 它作用在真空态之后，它是纯态还是混合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问题。懂吗？你们觉得它是纯态还是混合态？好，反正你有想就好哦。答案是我这个题目有陷阱，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说纯态混合态是在哪一个 operator 的 eigenstate 下面去讨论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在动量的基底下面去讨论这件事情，那它当然是一个混合态，因为它作用在真空态之后会得到一系列的动量的特征值，也就是你解那个 Kai-Gordan equation 之后得到的那个东西。那么呢，如果你是用，因为我们之前谈过了，在非相对论的情形，这个东西跟 Fermat property 去做内积，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 delta 函数，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只在一点几率密度为无限大的那个 state。那这个东西刚好就是我们经常在量子力学里面使用的，就是我们想要找出一个 phi x，我们把这个写成 x0 啊，就是 x0 是一个固定的我们想要的，一开始想要 denote 的那个坐标，然后呢，它根据定义它就变成这个，那你会发现这个函数它一定是正比于 delta 函数，因为它是满足这个东西要等于它要等于这个嘛，我这样写的不好，这个 x 就是我们的那个位置算符，那这个产算符其实非常类似于位置算符。当你的 x hat 作用在普通的波函数，这是在 QN 里面。当你的 x hat 作用在波函数身上的时候，会量出一个特征是 x，那 x0 又会等于 phi of x0，那得到 x 减 x0 乘以 phi x 会等于零。那唯一的可能就是 phi x 在 x0 那个点是会炸掉，所以它是正比于 delta 函数。虽然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 normalization。当然，你是注意到它是 eigenstate，所以任何 normalization 其实都是会是一个 eigenstate。根据我们要使用什么样的 normalization，或者我们是不是要让它变成一？那实际上它是上市态，所以它根本 normalization 不可能是一，所以是我们其实要是希望说 delta 函数前面那个东西要变成一。那现在呢，在 Fermat 里面其实是非常类似的情形。你这样子根据这个式子。它出来之后会得到这个嘛？那它其实是在，就跟这个也很像，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在 x0 那个点炸掉那个，这个东西它会在某一个你给定的点去炸掉，也就是说，比如说 x prime 那个点x，假如你 x prime 是自由变数的话，那你会在 x，我那写 x0 好了，你会在 x0 那个点，那个几率密度为无限大的那个。或者说不是几率密度啦，因为你还要平方才会是几率密度，是无限点的，就是在 x0 那个点，它的 amplitude 是无限大的那个态，所以说呢，它本身其实也 Fermat 本身也可以看作某一种 creation operator，但是在这个地方必须要被视为是位置表象，就是位置坐标的那个产的那个 creation operator，所以 phi delta x0，它作用在真空态，会跑到 x0 本身。哦，当然有可能差一个参数，根据你的定义，我们加一个参数好了。那我们回到刚才直接演算，这个东西它作用上去之后，它每一个都会变成 p，它每一个都会变成 p，也就是这个家伙会变成 p，
但是呢，根据你的 commission，刚才我们谈论过了，这边可以再加一个 n prime，它是 n prime 再去乘以 np，然后再跟 x prime 去弄，那它就变成p of x prime。这个是动量的特征值的波函数，然后因为你再乘以 d3p，所以无论你那个 np 还有 np prime 它是怎么决定，它都会是第一个，它会是一系列的那个，它会是一系列的那个一系列的动量波函数，动量特征值波函数的叠合。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意识上面，它当然不是存在，但是呢，它会是满足类似这个事情，所以呢，它当然也会是在位置表象上面，它应该是一个存在，也就是说，它可以写成，可以写成，因为你这边你这个一系列的东西里面，我忘了乘 UP 了，就是 exponential 那个东西啦，就是这个函数。你这个 UP 里面函数，假如你那个内部变数用 x 零的话，那它就是它这样丢下去之后会正比于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不确定说有没有归一化，应该说我们不确定说归一化函数是不是 delta x，是不是？应该说我们不确定说，虽然它会正比于 x 零，可是你这个东西作用上去的东西，到底会不会跟它自己去内积会变成 delta 零？或还是会多一个参数，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是正比于那个类似于这个的那个位置表象上面的特征态。说错了，位置算符的特征态。那在这个意义上面，它确实也可以当做一个 creation operator。好，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看成是 creation 位置的 creation operator 去做，把它做傅立叶分析，全部转成动量的 creation operator 的叠合，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借由这个 free operator 的定义呢，去定义我们的懒关卷。那在这个地方，它就不是有任何东西去做，它可以用古典场去做质子量子化来，但是就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东西啊。除非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定义为这个 lambda 是一个现象学上的参数，那你会发现它跟 n square 有什么差别？答案是它跟 n square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所以说，如果 lambda 是一个不随着能量尺度而变化的 overall 对整个 theory 的阐述，那它跟能量并没有孰高孰低，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称为能量。那为什么我们把前面称为能量？当然是因为它才是真正符合我们会退化到古典的时候取代会有能量的那个作用的那个数值，那它是 overall 不变的。我们在这边，我们现在的观点已经不会使用什么相对论性能量，所以这 n 就只是一个参数而已。它是完全的根据你的场来决定。当你是非全同粒子的时候，n 有可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把这一个存量的拉光卷跟其他的，譬如 n prime 的拉光卷弄起来。那这个 lambda 呢，必须被视为是现象学的参数，在标准模型里面有非常多的现象学的参数。那我们后来会发现，有些现象学参数是有所关联的，但是仍然有非常多现象学的参数，我们并不知道为何会出现，也没有任何更简单的想法去告诉我们说这些参数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东西，被称为 naturalism 的问题，也就是自然性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些参数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更精确、更基本、更优美的方式而联系在一起，或比如说全部用 π 啊、e 啊这些东西所计算出来，而不是仿佛随意给定的这些参数。那这个仍然是一个没有什么解答的问题。那除非你可以把标准模型再做更进一步的简化。那当然，我们的梦想是里面不会有任何的现象学参数，只会有至少一个。那这个并不是物理的基本要求，而是某一种对美学的追求。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希望追求 naturalism，可能有些人就不会。那无论呢，无论是哪一种理论，它都必须要可以跟实验符合。那 naturalism 呢，只是某些人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让理论使用最少的假设，也就是奥康剃刀原理。那它呢？对单一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再加一些。那
这些其实 Bayesian theory 它本身是会稍微有一些问题啦。我们先不谈论好了。那再来 Scalar Yagawa theory， 它可以算是最早的那个 Yagawa interaction， 它就是关于 Mason 啊。Mason 它其实是两个 quark 所做成的啊，就是所谓的介子啊。它是负责你那个 QCD， 它是 QCD 是量子色动力学啊，就是 quantum chromal dynamics。它会根据你，它是一个 gauge theory， 那它里面会有很多的粒子。那如果当你要传递 weak force 的时候，是 W 粒子，还有 Z 粒子。那其实 W 有很多种，有根据它的电性不同种。那 QCD 那里面呢？那就是强力。那强力的话 ，Mason 是一个工具。那还有 Gluon 就是胶质。那通常是写作 G。那 Mason 我原来忘记写作什么。Mason 是不是写作应该不是，可能 Mason 是写作什么？那现在呢？那个反正 Mason 也会用到，然后 Gluon 还写作 G。那 Gluon 其实它里面它跟那个电磁场的那个电磁场，我们有一个那个叫做 electromagnetic tensor， 通常是写作 F。那如果写作 G 的话呢，就是指 Gluon。在 QCD 里面会用到。那它其实跟它可以看作。electromagnetic tensor 的一个推广，它稍微更加复杂一点。那现在呢 ，Scalar Yagawa theory 可以看作是当你去谈论跟 Mason 有关的拉光卷的一个退化情形。这个是，这个并不是完全的跟标准模型一样，但是它可以看作是一个最简单操作上简单的一个拉光卷。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它是长什么样子呢？它是长，首先这个是一个 complex scalar field， 再来这个是一个 real scalar field， 然后这是 complex real， 这四个家伙合起来组成了没有 interaction 的，他们分别各自满足各自的 tri golden equation 在移动，再来加上了 interaction term， 会造成他们彼此之间有交互作用，这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面的 scattering 的行为。那在高能里面，我们唯一可以计算、唯一在乎的，以及基本上唯一在乎的，以及唯一可以观测到的东西，就是 scattering average。那我们通常会把这一串当做，就是我们的 Hamiltonian 呢，可以写作 H0 再加上 H interaction。H0 就是前面这四个家伙去做 Lagrange transformation 留下来那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在经过 Lagrange transformation 之后，只会变成正号。那变成正号之后呢，它就变成 H interaction。因为这边基本上是对应到位能，那这个其实也是对应到位能。那你注意到你的 Hamiltonian 其实是加上位能，那这边 Lagrange 是减掉位能。那加上位能的话，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要变成正，所以你到时候把它做了，这是一个古典的 Lagrange density， 你把它做一个 Lagrange transformation 之后，它就变成 Hamiltonian。那 Hamiltonian 呢，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那我们用 interaction picture， 也就是说呢，我们把全部的 operator 呢都定义为 exponential， 也做了包两个 exponential 在旁边。那因为你那个每一个态它都会自由的跟 H0T 去做演化，它会自由的去做演化，所以你这边要补一些东西，比如这样使得它会跟你那个普通的，这个是小丁格 picture， 那这个是 interaction picture， 因为它会根据这个去做演化，所以你这边要补一些东西，补 IT， 然后同理这边是同理，所以这一串就是你在 interaction picture 里面得到的Hamiltonian 的形式。那 Heisenberg picture 呢，是就是把全部的 Hamiltonian 都丢到这里来，都丢到这里。我是说错了，这边不是 H interaction， 这边是 H0。
哦，这个是你那个 A 的，那你现在其实，所以我们基本上大部分东西都是在 injection feature 里面去做，哦，但是呢，当你把 AI 就是下标 I 是定义为这三个东西的合成，那它仍然会继续受到 H0 的影响，H interaction 的影响，所以你还要在左右两边，你到时候在计算仍然要把 H interaction 弄出来，但是我们就不会特别去说明说这个其实是 interaction feature，但是你们心里 bear in mind 的这个东西。它是 interaction feature，哦，那接着呢？那如果你把你用动到 interaction feature，我们就不用再管 H0 是怎么样，我们只要管 H1 就好，HI 就好了。哦，暂时啊，暂时我们要去找 HI 就好。所以呢，我们呢，Scalar Yukawa theory 它是一个稍微 non-trivial，稍微 non-trivial 那个拉关节。那你注意到它其实仍然有一些对称性。也就是说，你把 psi 还有 phi 上面前面都乘一个 exponential i theta，它会保持不变。我说错了，确实，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保持不变，因为在这边只有一个加厚，所以很可惜它其实这最后一个项是对破坏了它的再乘以 exponential i theta 的对称性，也就是 U1 对称性，U1 对称性。好，那这个东西会是一个稍微 non-trivial 的，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是像这样子，它是可以算是最简单的一种拉关卷，它仍然是你要算成积分仍然是蛮难算的。你如果只做到一阶的围绕的话，那其实你只要算四个重积分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要做到二阶，那你就需要用到八个重积分，而且它甚至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发散的情形，这个其实是围绕理论它本身的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并不清楚说什么样的拉关卷或者 Hamiltonian 可以 naive 的去把它用围绕的级数去做展开，我们并不清楚这件事情，而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好的 number perturbative 的方法去计算任何一个量子场论的 scattering amplitude，我们唯一有用的方法就是利用级数以及围绕的。去做，可是这样就避免不了我们经常会发生的发散的情形，所以我们才会有一系列的重整化的框架，尝试去消除这些发散。你说那它不就发散吗？那这个其实它级数里面的每一项发散，并不一定真的代表说你的理论本身是发散的啊，它可能只是围绕本身产生的问题。但是呢，假装你的级数里面的每一项都含有一些发散的情形，可是前面几项的级数跟后面几项的级数，它们之间的无限有可能会抵消掉，所以造成整个理论仍然是没有发散的情形。哦，那我们现在，那其实很久以来，人们只是简单的，就是发展一套框架，去把那个单一一项围绕里面的重整的无限大的消除掉。但是人们并没有真正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那直到1970年代，威尔森他提出一套框架去解释这一个重整化的规则。那其实量子场论它真正的精髓是在，是在重整化，也就是 Feynman 还有 Schrödinger 还有曹永哦，曹永正一郎这三个人，他们其实是因为发展了重整化的技巧，所以得到诺贝尔奖。包含了重整化技巧之后的QED，它是非常准确，它可以预测电子的磁矩到小数点，好像第十二位，这是不得了的成就，那简直就像是简直就像是上帝完全的精确的听命于我们的算式而去。给出实验结果一样哦，那即使是在古典物理里面，像这样的精确度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你知道，像譬如说重力，好，重力它的实验通常是很难做，重力非常弱，重力是弱到不行。那所以重力所做的那个重力参数其实没有办法测到很准。那像是我们在光谱的情形，就是我们通常是在做测量磁矩，都是利用光谱。那这个光谱在磁矩这个地方可以测到非常准，而且跟实验费就是计算跟实验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吻合。哦，那早期呢，就是因为他们用 Dirac equation 去得到的结果。哦，
无论是用 Dirac equation 或是用非相对论性的 QN 就得到的结果，都跟实验有非常微小的误差。那如果他们当初忽略了这么微小的误差，他们就得不到后面这一整套庞大的理论。这一整套庞大的理论是如此精确，以至于说像这么小小的误差，也显示了整个理论跟我们之前单纯的使用非相对性的 QN， 甚至使用相对性的场方程式，仍然会跟实验有所误差。虽然这个误差是非常小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因为这么小小的误差就觉得说之前的理论是完美的，那我们就得不到真正的物理理论了，我们得不到最后的真理了。好，然后同理呢，你就可以把你的 complex scalar field 呢也定义一套参数。那这在这边的定义方式，基本上我看好像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哦。那如果你两边都定义一样的话，你一样可以定义 pi 哦。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这个 Q 其实是那个跟 Noether theorem 有关，那我们下次再讲。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弄到这个可以用真正常用，其实是用 interaction feature 哦。但是它你可以放到，那它这边先讨论了一下 Heisenberg feature。然后呢，我们就要算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 Feynman propagate。那 Feynman propagate 呢，定义上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个符号 tilde 呢，就跟之前的 normal order 一样。其实你可以看作是一个作用在算符之上的算符。当你写上 t 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时间为比较前面的，就是 x0 就是它的时间，这两个都是不同的 x 和 y 是不同的在时空的坐标。那 x0 如果大于 y0 的话，你就把这个移到 phi x 移到前面。反过来说呢，如果 y0 大于 x0 的话，你就把 phi y 移到前面。那这个东西。这个 t 本身它可以看作是一个作用在算符之上的算符。那跟我们之前讨论过的 normal ordering 就是正规序，它会把所有有 dagger 的东西移到前面，也就是这个东西会等于这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它会等于这个东西，这个是正规序 （normal ordering）。那 tile ordering 呢，是会把它移到正确的位置，就是根据时间。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 normal ordering 以及 tile ordering 之间的一些关系？这个关系由所谓的 Weak's theorem 所给定哦。是不是在后面的地方？暂时找不到。那是 Weak's 就是所谓的 Weak's theorem。那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真正，因为我们到时候计算上色振幅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其实是 tile ordering， 然后它作用在 exponential。exponential 某个东西身上才会是，然后你再跟这个真空态去夹起来，就可以得到，譬如说 Feynman operator 或者你的 scattering。Feynman propagator 是你在计算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东西了。然后，你的那个 scattering amplitude 会跟你的 tile 的 exponential 什么东西有关。那你可是呢，你又要把它转成正规序会比较好。好好去计算，所以说你就要用所谓的 Weak theorem 把它转。那 Weak theorem 它其实是一个很具有排列组合的丁神的一个定理哦。那它其实真正要说明的话，就要写成形式化的证明比较麻烦。但是给几个例子去说明的话呢，反而就比较清楚一点哦。它其实是一个充满排列组合意味的一个东西。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谈论一下。我现在先不算，但是我稍微谈论一下所谓 causality 的东西，也就是因果律。因果律呢，在量子
causality 跟 locality 其实是有微妙不同的。那 causality 呢，是指说呢，你在关锥以外的两个观测结果，或者两个算符、哦、他们先后次序不会有所差别、哦、因为你只要两个东西它足够远的话，那它理论上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那这个是 x 和 t 图嘛，那如果说你每走一点点 t， 然后呢稍微的变动了一点点 x， 那么这代表说，那如果你这个它跟光走一样快是在光锥上，那如果说你走一点点 t， 走的 x 呢比光还少，那它就是在这个上方的这个光锥的里面，那它呢它就是一个类时的，它因为它靠近那个时间轴，类时的是一个物理上合理的，但是呢类空的也就是靠近 x 轴它是超越光速的，它并不是、哦、其实相对论并没有限制说你单纯的、限制说你不能够有一个超越光速的例子。超越光速的例子会造成一些问题。第一个，首先相对论其实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单纯的用给予能量的方式让一个一开始没低于光速的粒子借由加速而得到光速甚至超越光速，因为你会需要无限大的能量。那第二个呢，你如果有一个类空的粒子的话，那你会发现它在 Lorentz transformation 之下事件的先后次序会根据观测者有所不同。为什么画一个图就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呢你这个是都是时间，然后这是空间，那你 Lorentz transformation 呢会在双曲线上面移动。那如果你是在这个这个叫光锥以内啊，那如果你在光锥以外呢，那它就会在这个双曲线上移动。反过来说呢，如果你在光锥以内的话呢，它就会在这个双曲线上移动、哦、那现在呢什么叫有一个事件在这里、哦、假装呢你真的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借由超光速的移动、哦、譬如就是这一串它这个很扁，如果很扁的话，就是它这边斜率很小的话，它就会是超光速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方法的话，那它会怎么样？它会根据你那个，你这边就可以慢慢移动，那你就可以把原本是在稍微上面一点的东西，在这个双曲的影响之下呢，变成稍微下面一点的东西。假如这是 A 事件。这是 B 事件，你可以经由一个 Lorentz transformation， 只要它斜率够小的话，它就会在这一串，这一条线就会在光锥以外，光锥以外的线呢，可以经由 Lorentz transformation 变成左右两边那个跷跷板它，A 变成 A 在这里 ，A 当然还会在左边了，可是 A 会往下跑，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就是在不同的观测者来说，事情的先后次序。出现了差别，这个事情是物理上难以想象的。你不可能想说，在一个凶杀案里面，有一个人他是杀了人，他先用刀子刺别人，然后那个人死掉。刺跟死这个事情，在其他人看起来是先死然后再刺，这件事情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呢，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理论其实是没有 local 的，没有这种超光速的行为、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满足 causality 的性质。这个事情是我们基于物理上的要求，但是如果真的发现了嘛，违反 causality， 在实验上发现了违反 causality 的东西，那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 causality 纯然就是一个基于物理的假设，那一切仍然必须要由实验来决定。虽然我们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好，那通常我们的正则对立关系会满足285这个式子。那如果你，我们希望说呢，如果要 causal 的话，那么呢，当你 x y 在，它这边是，负正，说错了，正负负负，所以正负负负如果小于零的话呢，就代表，譬如说这个嘛，这是正负负负，然后所以说这个是小于零，所以它在光锥外面，在光锥外面的话呢，它最好两个可观测量，它应该要是。它的结果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因为它们叫互不影响，它们不可能有任何的原因去互不影响。那这个东西呢，可以看作是在量子场论里面 causality 的一个基本假设。这个基本假设呢，
可以某种程度上的去 argue 你的 spin 跟 statistic 的关系，但是你必须要先列出所有可能的spin 还有 static 所有可能的 spin 整数或者半整数他们要满足的 equation 的形式，然后你才能去 argue 这件事情。然后呢，当你两个使用 field operator、去做交换，那我们把它命名为 delta x 减 y， 我们希望这两个这个 delta x 减 y 在光锥外面应该要 vanish， 这样才会满足 causality。 然后我们到时候可以证明说，如果你的 boson 也就是自旋为整数的粒子满足费米统计也就是反交换率的话，那到时候就不一定会满足 causality 这样的要求。但是它涉及到一些特殊函数的运算，所以我们暂时先不讲。我觉得有一些群论的讲法在那些特殊函数会比较方便一点。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吧。Okay， 就这样好了，今天现在八点半了，因为今天人很少了，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好。好，有什么问题吗？Schrodinger field equation， Schrodinger field theory， 我还在想有什么比较好的讲法，因为我没有谈论过那个当你的里面的那个内部变数是负数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那个变分嘛，所以我希望找一些古典力学的例子，但是这个地方它做比较变成负数，你说古典力学哪有这种东西，通常是没有，但是你形式上，即使你不管它是古典力学，你形式上仍然可以弄一个这个坐标为负数的拉关，但是你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去探论说这是不是一个极值或者稳点什么的。当然你可以说它是形式上的一阶变分为零，当你的定义率是定义域是负数坐标的函数的时候，也就是 f of z 以及 f of z 对负数的导数的时候，那你知道负数并不是总是可以，负变函数并不总是可以微分，只有解析函数才是可以微分的。那这个是比较 tricky 的问题了。好，那我们先这样。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人太少，如果我讲太多，他们可能下一次就跟不上。然后我有一个 Bernoulli number 的那个影片，你们自己找时间去看好，因为以后可能在 Casimir Force 的地方会用到，然后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讲解 Bernoulli number， 可是如果不讲的话，完全不讲的话，你们可能很快就没有感觉，就忘掉了。Bernoulli number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在组合数学上非常漂亮的东西。那其实它也可以导出，它透过 Euler-Maclaurin 公式也可以导出 Stirling approximation， 也就是你去那个对阶层 n 阶层去做那个近似，那通常是用马哈连法，可是马哈连法通常我们在推导的时候没有写出它的 误差是多少。那如果你用Euler-Maclaurin 方法的话，那你就可以得到它的误差，就类似于泰勒级数，你可以得到它的误差。当然它的误差也不是那么明，因为你泰勒级数其实跟它那个区间里面的某一个数字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泰勒级数到 n 阶的话，它的误差大约是这样。那所以说你仍然要知道说，仍然要对那个函数有点了解，才能知道那个误差是怎么样。Euler-Maclaurin 级数也是非常类似的，它是一个连接的离散的级数和呢和连续的积分的一个式子。那当我们在做调和级数 Hn sigma。I 等于一加到 n， 然后 I 分之一，这个级数我们估计它的时候，它是非常有用的。那它跟这个东西也有积分，就是 log 嘛。那它跟 log 的误差其实有一个叫做 gamma 的常数所给定。这个 gamma 好像也叫 Euler-Mascheroni 常数，我们不讲了，反正就是一个常数。我以前在学那个张维甫的展论的时候，他有出一题就是跟 Euler-Mascheroni 常数有关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短时间的计算也不会用到这个。有问题吗？现在问哦，现在时间很够。
有吗？有吗？好，没有就这样哦，不然下次问了。